本来早上林佳龙那里有个记者会，我已经到了楼下了，然后院长打电话给我说我女儿状况不好，所以我就赶来，早上就在这里了。那现在是昏迷的状况？有点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，她的现在她老公在旁边，那我说我们回去可能会吃个晚饭，晚上再过来，因为病房太多人也不好。那他有刚刚有醒过来过吗？有，他一直用笔子说叫我让他走了，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？我说不可以，他说本人让我走，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？谢谢各位，于大哥加油，于大哥加油。小明姐加油！小明姐加油！谢谢大家，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手机有号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